给同学们早上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贺年卡。今年是2021年牛年。OK， 首先图画纸，把它折一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放了这个牛牛的头，大概在这边先。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嘴巴，下面的下巴的部分，然后它有一个手，另外一只手，大概画了这样。然后它下面呢，它是躺在一个那个钱袋里面，那个钱袋，这个钱袋呢也是画圆圈，一个肥肥的钱袋。OK。然后钱袋它的上面这一部分是那个钱包，然后凸凸凸这边呢，这个钱袋这边呢，它会东西绑住它，所以这边大概会一条绳子，这个绳子它是会转来转去，所以要这样子画。OK， 你这样子画斜线线，然后呢把它连起来，连起来。OK， 然后现在我处理它的最主要的部分，它上画眼睛睛，大大的眼睛，左右，它白嫩着，可爱的眼睛，然后它的眼睛呢，然后眼珠白光，眼珠再加白光 ，OK， 非常开心的是。大大的嘴巴，还有两个鼻窦，然后他的头呢，我给他戴一个帽子，彩色帽。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，好像金钱币这样，好像这个，然后它帽子各边的两个边呢，就会有那个牛角，牛角你可以再加两条线上去，还比较像咯。Okay，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好它的脸，因为刚才我们是大概画了那个圆圈线。现在 OK， 对了的，我就画深一点。刚才是轻轻的第一层 ，OK。我觉得这边我不要了，我就擦掉。有 overlap 的地方就擦掉。OK， 然后牛角下面我给它有耳朵，耳朵好像一片叶子这样子画而已。那这边它可能有那个腮红啊，粉红色的腮红。OK。把这个手戴这边，另外一只手呢，我给他拿这一个金圆环。给他拿这金圆环，它下面全部都是金元宝啊，或者是那个钱币呀、钱币，很多钱币，然后也是有金元宝。金元宝，你画一个圆圈，椭圆形这样嘛，然后画它的下面就可以了。还有很多很多金元宝，它会有盖来盖去这样子咯。OK， 这边你给它一个。OK， 这边你给它一个金元宝，很多很多元宝。这边后面也是有一个元宝。OK。大概是这样子。
就是会浮袋了，个牛牛装在一个浮袋里面。OK， 等一下这边我会写 Happy New Year。我用简单的方法来完成它。我涂完全部有黄色的地方先。涂的毛笔是比较小支的毛笔，小号的毛笔哦。因为我们涂的东西都很小，所以不需要用大毛笔。大毛笔我怕会涂出线，然后它的含水量很多，就比较麻烦。OK， 我涂了这个浮袋先。这浮袋呢，我做了比较深的 orange。Okay, some of the orange. 然后呢，某一些地方就用深红。掺去刚才的 orange color 的地方，稍微看下去，比刚才那个深的深一点。OK， 尽量把白色的蒙盖完。等一下不够深，我们再红色掺一点紫色，它就会变成猪肝红。尽量用 C 的笔来做哦。OK， 现在我就掺了 purple， 也是掺去刚才的红的地方，你才知道它的变化了。不要从头掺出来的，我要这样子的，红和 purple 掺，猪肝红。猪肝红呢是最少的，是拿来点缀这些线条的，就是那个浮带它的皱褶线。我们下面会有影子啊，给一条线条，还有绳子下面有那个，因为你绑起来嘛，它一定会有那个皱褶线的，所以你就加咯，加皱褶线出来。最里面呢，其实它还有其他东西，可是我就给它是那个袋子的颜色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先啊。这个布袋就完成了，等下还可以再加的，如果不够深。OK， 我看这边干了没有 ？OK， 干了了，我就给它淡淡的红，就是你放一点点颜色罢了，水比较多，它就好像有点 pink color 的感觉。把它的腮红涂出来。OK， 然后现在我要做这只牛的影子。刚才我这个泥土黄，我刚才讲是淡淡的色嘛，但是现在你比较浓，颜色比较重，水分比较少，然后你就做它的暗影的地方。可能我这个图啊，我的光是从右上角这边来的，我的光是从这边来，所以它的深的地方在这边。然后，帽子下面会深啊，耳朵这边给那个角挡住会深。OK， 它就有两个吞了咯。OK， 还有它这个。下巴这部分，我也给它有一点影子色。这边就是刚伸过刚才那个
米色稍稍深一点。嗯。帽子呢，我给它比较 colorful。上面是给它喷色，这一条线呢我留白，留白就是不需要涂它，也不需要涂白色啊，千万千万不要涂白色，就给它不用涂，它就是白色了。上面我给它有点渐变，刚才是深红嘛，猪肝红，然后现在我加黄色给它拉色，给它有渐变的感觉。然后它中间那粒，我给它是玉来的，给它 green 看。你要注意啊，你看我这边红我干了，我才敢涂这个绿。如果你这个红还是有水分，你千万不要涂这个绿色先，因为它会软上去，它会跑进那个绿色那一边哦。OK， 然后我涂个美美的眼睛，最外面那层也是留白，不用涂。里面中间这一层呢，我给它蓝。然后最里面呢，我就给它黑色了。我没有 poster 黑，我用水彩黑色，比较浓啊。那个毛笔不可以沾太多水分，要浓浓的颜色。给这个白珠呢，这个是流出来的，我就画一个圆圈先，然后画一面的就填满。OK， 填满，你也是要注意。如果那个蓝色的部分很多水，还是很多水分，你就暂时不要涂黑先，它会跑去那个蓝色那边。如果还没有干 ，OK， 我的干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加了。最后，眉毛。OK， 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嗯，给它两个鼻子洞，也是黑色。它的眉毛呢，我不要用黑，我用深巧克力，用深巧克力就好。深巧克力两个眉毛，两个眉毛，嗯 ，OK。然后呢，牛角，那牛角我给它也是画这个线条。它的光也是从右边来，所以我这边比较深，右边光，左边会比较深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现在我要做它的嘴，啊，里面我会用 orange color， 我涂完整个嘴巴线，也是那个水分不可以太多啊。你看，来我涂下去，这边的水分不是很多的。它会比较快干的，你不要一涂下去它就已经积水了啊，这样子就错了。然后这边它的舌头我就再加红色，你看我没有洗过毛笔的，我是直接用刚才我的
毛笔有 orange color， 我就直接去点红色，就涂下去。不需要洗毛笔啊，因为如果你洗毛笔，那个毛笔又有很多水哦，你一涂下去它就有积水哦，所以千万不要。OK， 然后到它的身体，我也做一点影子色，影子色就是它头下面，头下面会有影子。下面有影子，手手这边没有照到阳光，也是有影子，这边也是有影子。OK， 大概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现在我到金元宝，金元宝也是利用泥土黄，也是不要太多水呀、啊，毛笔颜色浓一点。我写这个福字。用黑色毛笔，含水量也是不可以太多，太多你就把那个水放去布。 OK， 涂会写中楷吗？会写中楷的同学呢比较容易，就写到它有那个小楷 feel。 OK，一个福字，然后我觉得它这边的周折还不够明显，这样我就用这个黑色，我再加过，加在刚才那个猪肝红的线上面。OK， 可以。大概点少少，然后刚才那个绳子呢也是单色罢了，它不明显不跑出来吗？我们就用生巧克力，生巧克力啊，用尖一点的毛笔，做刚才画过去来的线条。我们就开始可以加它的 outline 给它了。Okay， 然后现在我们呢用红色，因为红背景蛮多的，所以尽量掺多一点颜色出来，这样尽量用调色盘掺多一点颜色。Okay， 然后呢我很 freestyle 的，我外面我不要给它白不好看，可是我又不要完全涂完的，就在物体有留，哎呀，留一点白。留一条线。OK。OK， 大概它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。完成，我写 Happy New Year， 然后下面呢，我会写 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，Y-E-A-R，Happy New Year，OK，这样子就完成啦。